Jimmy 讲，其实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是不好意思开口。不行，我们一个住在山上，一个住在港口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没错，我就是要去海边。海边不行啊，你还有家人，你还有鸡啊、猪啊、鸭的要养的，你不能这样子啊。没关系，不会麻烦的啦，我真的很想要去海边，这一生一定要去。我知道你想跟我一起住在海边，想一起过我们共同的生活，可是还是不行这样，你知道我是不会答应的啦。不是啊，你误会了啦，我是想要去看海，我是只是想去看看，没有要住在那边，你误会了。哦，你只是想要去看是不是？对，我去一趟当天就来回了。哦，好好啊。哎呀，这个交给我啦，我可是在港口长大的小孩哦，告诉你那边的生活是十分热闹的哦。真的很热闹。真的。嗯，而且啊，最重要的是在那边到时候会看到黄昏，然后会有夕阳把大海给染红，看到天空的渐层，还有海鸥飞过，超浪漫的啦。还有啊，我快受不了了，赶快不要讲了，赶快带我去，我们要怎么去啊。啊啊，我知道，我先找一下我的宝物。都等很久了。这个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们海上的宝物，它叫贝壳，你先拿着来吧。贝壳，对，你把它放在耳朵旁边，放在耳朵旁边。你听看。啊，你们听到什么声音？有沙沙的声音哎。真的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就是海的声音哦。真的吗？我好想赶快看到海哦。好，你先放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啊，宝物它有魔法哦。啊？也有魔法哦？对对对，你先放着，然后。你深呼吸两次，然后闭着眼睛念咕噜咕噜噜，然后接下来你会先觉得有点晕眩，然后你就会到港口了。啊？你眼睛闭着，你就坐就对了啦。哦，闭好，深呼吸长一点哈，长一点哦。咕噜咕噜噜。好晕眩呐！啊，拜托，这么讲大家也是叫我港口咪咪姐，只有你有魔法，我不就很逊？只是现在要怎么把你带去港口？啊，拖过去好了，用拖的。哎呦喂呀，这样一棒下去，可怜的三王子不婚才怪的。啊，我跟咪咪讲啊，这个就是你说的魔法哦。我看哦，你这样从山上到海边，不拖个三天三夜是到不了的吧？可怜的欧腾龟。都好痛哦，全身也好酸痛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是海耶！咪咪讲我在船上，在海上哎。哟呼！我在这里啦。哎嗨！这里不是船，这里是情人码头特殊的船屋造景。所以不是船哦，欺骗我的感情。不是欺骗你的感情，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带你去一间超漂亮的景观餐厅，可以看海又吃美食哦。好棒哦！好啊！好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夕阳缓缓下山了，阵阵晚风吹树梢，说起来我们就来到这个茄定情人码头，傍晚的这个时候来是刚刚好的哟。这边的海的味道加了一点咸咸的味道，然后吹在身上，那种感觉好奇妙，但是好清凉的感觉的。对啊，而且你不觉得这海风吹来呢，而且完全没有遮蔽物，是吹得非常的透彻哦。真的啊。趁着太阳下山前哦，咪咪讲说一定要带欧登贵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哦。你看这里就是我打工的地方啊，就是你打光鱼市哦，你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工。啊、这边你看这里到处有好多摊贩哦，好热闹、哦。你看生鱼片。Hello， 是咪咪的成功吗？哇，开始吃哦。哎，那么好哦。对，哎，先蘸这个，蘸这个。好，蘸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这是旗鱼。旗鱼。旗鱼哦。很新鲜，太辣。这种人呢？这个是生鱼片，而且还有那个 wasabi。
哦，不过它好鲜哦。对啊，嗯、谢谢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你看那边，哎、欸，看你不是要看啊？这个就是生鱼片哦，长成这个样子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老板，这个是什么的鱼啊？它是尾鱼。尾鱼哦，Toro吗？不是。尾鱼，那是Toro，是黑尾鱼哦，所以它是普通的尾鱼。哎、哦欸，真的有点像这样。哦，老板，这个好大哦，它是什么鱼啊？红鱼哦，你看有很多鱼的种类吧？对。然后你看这个，好可爱哦，好小只哦。就是小卷。小卷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带你去吃鱼油鱼。花枝。你看，你看，对，你看我们鱼翅根啊、鹅啊、尖，很多哦。很。还有前面还有很多。还有很多哎、欸啊，那一家看起来卖吃的好好吃、喔、啊！你看这炸的啦，现炸海产，现炸海产哦、喔。你看这里有很多海产都是用炸的，啊，这个是螃蟹啊，试吃。真的吗？对，这边怎么那么热情 啊？这个是柳叶鱼，对不对？柳叶鱼，所以它一般的大小就是这样子啊、喔。对，一般鱼就是这么大。耶、yeah, ，你看我爷爷。嗯，这里面是什么啊？蛋，嗯，好好吃，很脆哦、喔，而且你看它的螃蟹、嗯、种类非常的多。嗯、还有小卷啊，啊，嗯、这是虾子，大虾子，鱼卵，谢谢。嗯嗯，这鱼蛋好好吃啊，这是什么？乌鱼子，超贵了。超贵的啊？多少钱啊？不会啊，还好啊。嗯。哎呀，在外面很贵。这是很珍贵的东西哦。嗯。哎，你看，还有这个，我们叫雷啊。这是什么？雷啊？对啊，对啊。啊。我就嘞，然后还有辣不辣的，还有大的螺。哦，大螺。嗯，那你看，哇，超大的，超大只的虾子。这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虾子哦，好恐怖哦。哎、欸，老板，我可以拿起来吗？这只，这个跟我们今天早上吃的那个盐酥虾、西虾差太多。这就是海产的。盐酥虾这样吧，它大概六倍以上哎。对呀、啊，这虾子非常大哦。谢谢，那好热情哦、喔，还给我一只短短的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你有两只？对啊，给我两只。不公平！哎、欸，你说是这样。鱼松，哎、欸欸，这个老板娘这是什么的、啊？那个奇异酥。我跟你说，你带回去一定要当那个纪念品，买两个。买两个。对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那个狗母鱼。狗母鱼。狗母鱼。嗯。这你可以带回去山上，带回去山上做纪念品。哎、欸，钱。哎、欸，你干嘛摸我的口袋呀？哎、欸，这是你的纪念品呢，快点啊，先拿出来。幸好我在台上用我的土金神，还挣得蛮多的。哎、欸，老板娘，这样一个多少钱啊？一罐200，一瓶200，一瓶200，然后我算你180。哦，180，那我买两个嘞。两个算你360，那你没你，我算你350好了啦。啊，350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跟你说，港口的人就是这么的。玛莎莉啊。对啊，很热情。那如果再加上帅哥嘞？加上帅哥也是350。哎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这样少是你邻居对不对？对，我邻居，好，然后350，这个旗鱼松，这两个都是旗鱼松吗？不一样，一个是那个，这个是狗母鱼，然后这个是旗鱼酥，好，那个钱给你，谢谢。跟你说，这个带去山上非常好、啊，我们山上绝对没有这个东西啊，很少吃到这个东西。好，我找你50块。好，谢谢。啊，那这个很像糖果的是什么？你讲啊，这个是那种就是一包一包的，一包一包。对，这个很可爱，就是很那个小朋友最喜欢吃这个。对，小朋友最喜欢吃，要不要买一包？好可爱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哎，前面，谢谢老板。哦，这个鱼松配饭一定很好吃哎。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好热情哦！啊，鱼丸，哎、太多了，手都拿不起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只有他有？还有你也有啊！谢谢。哦，哎、欸，走。等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我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石木加旗鱼。啊，石木鱼加旗鱼哦，所以是两种鱼混在一起的吗？很 Q 啊！嗯，好好吃哦。成绩不涨，成绩不涨。跟你说。这里我们这边观光旅客都非常的热情，而且来这里他都会送你试吃的东西哦，好吃再买回家都不怕被骗。这样我逛一圈，我就其实都已经吃饱了嘛，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地方啊？真的，吃饱又可以带纪念品回去哦。对啊，而且这个都可以打乒乓球嘞，好吃好玩又好看。对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很便宜、哦，好棒啊！哎，看看，继续往前走。嗯，好棒、哦，我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。这里是市场吗？好像夜市哦。对啊，我们这里晚上夜市大概在5点到6点半，超过6点半就没了。想要找便宜，赶快来。6点半。对，
六点半就卖。那现在明明就超过一点，现在明明就七点。超过一点点。现在明明就七点了。啊，有超过一点点而已。超过一点点哈。所以有一点点的那个摊贩在收了。啊。对啊，你看逛累了可以喝饮料。冰沙。好。哎，你看生鱼片又。生鱼片。这边啊，都会这样子一盒一盒的。一整个啊，对啊，可以是买很多。哎，你要再吃一个啊，好棒哦！看一下，请问这个是什么鱼啊？也是旗鱼哦。好，那我吃吃看原味的。好。嗯。Q Q 啊。嗯，好奇妙的味道，我从来没有吃过生的肉哎，但是在山上绝对不会吃生猪肉啊，生鸡肉。那这样好香啊，好好吃啊。真好吃，谢谢。好吃，我也有。嗯。我真的还要再说一下，这个鱼蛋非常好吃。嗯，哎，你是吃了？好冰哦，原来是旗鱼啊，非常有眼。那我们往前走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嗯，对，乖小朋友就是要丢垃圾。乖朋友丢垃圾。人客呀、啊，洗完新达港观光鱼市，一路吃下来，如果还不满足的话。广告回来，咪咪讲哦，就要带你们去码头附近的景观餐厅，有夜景可以欣赏，还有赏青野海扇哦。